姥姥，凉皮吃了，奶茶喝了，我要吃糖。就你小子嘴馋，妈妈用小麦给你做了糖。这东西能行吗？你就瞧好了吧，做好了你肯定没吃过。小麦泡一晚上就可以种了。姥姥，你这能发芽吗？你小子不懂，过两天你就知道生气了。发芽了，可以做了。糯米饭发酵8个小时，哇塞，姥姥你真有糖了，什么味道啊？待会你就知道了，大家帮姥姥点个小爱心喽。姥姥，我把这拍了发瘦上。啥瘦？现在年轻人都在用的社交软件瘦，上面有很多喜欢你的小伙伴呢，给他们传一下。这太好吃了吧！